刘老师下课了，刘老师。才刚开始呢。哦，刘老师今天好好看啊，刘老师。不是。给弟弟比一下他的痘痘。哦。很简单啊，这样空翻。不信来一个交叉。你快空翻，我为什么？来，油。有人要进进好硬的油，根本抬不上去。我就是一本英咏春。我不能接受，我字幕很硬的。刘老师可以吗？连脚尖都摸不了吗？摸不到啊！天，我这个可以贴地板。啊，好痛！